仔细看订单上的地址，竟然写着地下三层的停尸间，还标明左手边第四排第四格，拉开后放进来。晚上9:58，广东的一位外卖小哥收到了这张超恐怖订单。你打电话过去问一问清楚就知道嘛，因为你写住朱志仲，肯定系朋友话你噶啦。哦，咁肯定有的噶啦，好似即系开玩笑话，开玩笑啦，都冇可能攞啲咁嘅玩笑嚟开噶嘛。不少外卖小哥看过订单后表示，应该是熟人下单恶作剧。记者实际来到医院询问，发现这间医院根本没有地下三层，太平间则设在隔壁栋。恐怖订单应该是个恶劣的玩笑。讲老实讲啦，佢哋夜妈妈系咪先咁？正常人都会惊噶嘛，如果系真嘅话。但敬业的外卖小哥还是把货送达，只是这样的经验，怎么想都还是会毛毛的。而奇葩的外卖订单其实很常见，还曾经有人指定一定要帅气的小哥来送餐，不然没食欲。外卖小哥使命必达，完成顾客要求，也让人忍不住感慨，辛苦钱真的不好赚。